那正要插手机 SIM 卡的部分的时候，那正要插手机 SIM 卡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上面 SIM 卡有一个洗。那正要插手机 SIM 卡的部分，那正要插手机 SIM 卡的时候，我们发现它手，那正要插手机 SIM 卡卡，正要插手机 SIM 卡的时候，它的卡槽上面有一个细胶防水条，因为这只手机有 IP53 的防水等级，所以你要，拿出 SIM 卡的时候，我发现这个 SIM 卡卡槽非常特别。拿出 SIM 卡的时候，我发现这只是，那拿出 SIM 卡卡槽的时候，发现一个，那拿出 SIM 卡卡槽的时候，发现两个非常特别。第一个就是防水的细胶条，因为这只手机有 IP53 的防水。那第二个就是这个 SIM 卡卡槽。那我们手机拿出这个 SIM 卡卡槽，我发现有两个非常特别的部分。第一个就是我们有一个细胶胶条，因为这只手机有 IP53 的防水等级。那第二个呢，就是这个 SIM 卡卡槽是双面的，所以是双卡双待，但是它是这样一小张双面的 SIM 卡卡槽，非常特别。我也是第一次看到这种神奇的双面 SIM 卡卡槽。